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，我就没打算找男朋友。我也没这打算找男朋友。我是想说这事挺好的，咱俩没人会受伤，是不是？我见过你吗？结婚了吗？有女朋友吗？那我回家。布拉格没你想的那么安全，别随便带人回家。女孩子都喜欢他。哎，你们家什么情况啊？你们家不好意思，暴发户。女人太多，走不开啊。多大了？马上30了。处女座，未婚夫跟别人跑了。别痴情呢，你全家都痴情。肉肉，肉肉，乖乖。布拉格比我想象的危险多了。今天是醉着还是醒了？你相信爱情吗？信吧。你呢？没有在一起的就是不对的，对的人你是不会是他的。